Parker， 篮底下 Washburn， 哇，这球反手让他打了进。啊，现在在上了职业之后，三分的出手的果决度相当高。小白回头找到 Washburn， 再来一个轮转成功超到球，张镇阳跑在前面来挑战篮筐，被林书伟受到影响，防守。外围张镇阳这边出手受到影响。就比较多是左边哦，嗯，所以在空间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，外围持球，加康不停的切入，再回头找杰森华往外交，都还在他的手上，过底线进来，再接给到过境的杰森华什么？哇，这篮下没有放进哦。嗯，是距离很近啊，Washburn把握住这两分了。对，因为你现在